今天试一下这个850 P68 的草地起飞，配置还是 3S 800毫安时的电池，双发正反桨，好，直接来。手抛和硬地面我没飞过，试一下草地，这里草地已经算很浅的草了。好，低速和高速都先飞一下，先试一下低速状态。40%油门就可以停飞，我现在盘旋都是40%的油门。可以飞得挺慢。很安静，今天又没有风，飞这个小飞机真安静。80盘旋非常好。好，大油门。那个全油门。这个空档看一下它最快的速度，速度也不慢的。好，接下来爬升。推动力很猛的。好，倒转。试一下其他的倒飞。倒飞也挺安静的，再来一个低空。做动作还是有大飞机的感觉，50%油门拿得挺准，也还可以。好，50%油门也能拉一个精准。一个落一飘吧。今天强度有点变形了，好，降下来啊。收掉油门就行了。手抛推重力够，轻轻轻，降落很稳了，收掉油门慢慢飘下油箱。